甜蜜热恋，大陆艺人贾乃亮和李小璐合作演出《当婆婆遇上妈》，戏里甜蜜蜜的感情，下了戏两个人却没有忘记这热恋的感觉，将恋爱的感觉延伸到了戏外，假戏真做。宝贝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说你跟我妈吵什么呀，宝贝儿？这部两个人的定情作讲的是婆媳问题和婆妈关系，十分贴近日常生活。除了贾乃亮和李小璐入戏太深，就连现实生活中贾乃亮的妈妈都跟着一起入戏了。把他妈妈给写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婆婆有点太那个有阴影，然后他妈妈天就是那时候打电话跟我说，你千万跟小鹿说我可不是那样的。其实因为拍戏假戏真做的艺人不在少数，高圆圆、赵又廷、孙俪、邓超都是演艺圈著名的银色夫妻档，拍戏长时间相处加上剧情培养感情，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